那时候从东昌路摆渡上去过去以后都是泥路，现在建成了可以说世界也著名的建设了。我为上海感到骄傲，感到自豪。您觉得上海的地标性建筑是哪一栋呢？肯定是东方明珠了。东方明珠，奔着东方明珠过来的，象征的上海一张名片嘛。在世界各地都知道东方明珠，但这种大厦在世界各地很多。